旁边的工作人员。对对对对对，不会啦，给我们的 Brian 加油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他来台湾一整年了，都没有交过半个女朋友，到底是怎么过的？要大声一点啊，讲话大声。交代一下啊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真的是啊，四十多年都没有机会想来唱歌，还有谢谢，我很喜欢在台湾这一年多，真的，因为在香港那个完成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人的交往就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很喜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你们听懂他讲什么吗？啊，我可以再说广东话一句话这样。不用不用，不是不是，可以听得懂哈。我也听得懂。哎呦 ，I love you too 啦。来，三十秒之内把它吃掉。好，真的，真的，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哈，并不在长短，哦，是在深浅。啊，就是说。有些人你认识一阵子，只
只有短短时间，但是你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很久了。是的 ，Brian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。我相信China Pa呢，台湾对你来说也是这样的。是的，我现在其实，在这一年多最开心就是在。水上还有水果好，他现在要表演那个丢水果三颗这样丢。好，最后一句了。还有，恭喜你得了这个金马奖，金马俑奖。对，然后好，来了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现在12点多。